你去到嗰一刻，你就會覺得你好難唔去答個警察嘅問題，因為個警察啱啱同你講話，你係冇用警察，冇用鐵通去打警察。咁究竟你做啲乜嘢呢？你想去話俾佢聽，其實你根本冇犯任何嘅事。咁但係當你去講嘅話，你可能只係講話，我攞啲索帶出嚟去諗。你知道有人呼籲去上街啦？咁你可以離開屋企啦。你答你又離開屋企，咁跟住然後佢話你其實係喺咁我唔介意咧，如果你有任何嘅問題，你當我一路講，你想問嘅話咧，可以即刻舉手，咁你就問嘅。因為我相信咧，咁樣如果互動嘅形式咧，大家會更加清楚知道，究竟你應該點樣去面對個警察咧？如果你想喺依個位置，唔會話可以用啲好。Fight for freedom! Stand with Hong Kong!